吴胜昌50岁，职业建筑工人，号称顶技达人。吴胜昌大哥虽然平时工作比较辛苦，但是他喜欢在空闲时候钻研一些小绝活，提高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一路走来，吴大哥不论多忙都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今天他将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最精彩的表演。来了，掌声有请吴大哥。有请大哥。吴大哥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建筑工人。建筑工人，哎，就说他的职业，你完全想不到他接下来要表演的绝活是什么。能表演什么？我们读书的时候是那个长桌子、长板凳，就用了那个板凳，对对，慢慢的、慢慢的这个顶顶、啊，顶桌子板凳，哎，用哪儿顶的？下巴，还顶这个扫把。来来来，好，刘刚，刘刚这个造型就是传说中的扫把星。哦。哦，怕晃眼，太阳会刺眼睛。哦，这个太阳，难怪我眼不好啊、哦。这个太阳会刺眼 睛，我没有戴墨镜。哦、好，顶扫把。这有什么难的？观众里面都会。你找一个观众会的，你找一个。就这大哥，来，掌声欢迎。来，大哥。下巴，哎，对，好，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吴老师、啊，我还先转一下这个球，转一下这球，哎，篮球，啊，篮球，好，哎，转一下这球，怎么转？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工具，这都是吴大哥自己发明制造的。我们工具上用的这个钢筋，来吧，看你怎么转啊！哦，这个简单。啊，还把它顶起来。不错不错，没有了。对我来说、啊，这个是最简单的。你再给我来第二简单的，我看。我跟你说，最简单的顶自行车，顶自行车，顶这个脚，顶这个脚。啊，不会吧？吴大哥居然要顶车脚，这个平衡度也太难掌握了吧？他到底能够完成吗？这很容易就穿破的。我说实话，我们见过顶车的，对，你们见过的都是顶这里。对啊，对吧？对，顶都顶这里。对，有没有？嗯。顶那个侧边不好顶，因为它那个重心不好掌握。对，没有见过顶侧面的，来吧。好，我跟你讲，大哥，吴大哥是只要你给他个支点，他能顶起个地球。哎呦，大哥，你这从袜子里掏出来的。哎呀，啊，我是一个布垫，这个垫哪儿啊？垫下巴颏儿。下巴。哦，从袜子里掏出来，很新颖。啊，还咬上。这个难，这个难，这个真的很难。哎呦！哎呀！哎呀！来，掌声热烈一点！看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建筑工人吴大哥，哎，这绝活有点意思了。厉不厉害？大哥很厉害，你服不服？但是顶这个自行车我们还是见过的，有没有说更难的，是吧？哎，这样啊。我们这个每次呢都会给来的表演的演员和观众呢提供一个奖品，我们把这个奖品拿上来，让他来顶一顶，好不好？如果你顶起来，这个有机山茶油拿回家去。这个有机食品生产企业福建省尤溪县沈郎食用油有限公司提供了沈郎香牌的有机山茶油，送给你了，送给你，而且不光是一盒啊，送给你两箱，好不好？这都是皮毛，就是还有，反正还有啊，还
哎、一般出来这个酒瓶，我跟你说、啊、这个表演你是你很难见到过。我跟你说，先玩个简单的给你，啤酒瓶，我们看看怎么玩啤酒瓶。看到没有，顶个球，球上呢才顶瓶子呢。这是民间有高人，高人在太和。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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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错。好了，好好，可以了。你不要干扰他嘛，你不要往前上干扰他。好了，好好，可以了。我哪有干扰他，发怒了。还有吗？这也是皮毛，还是皮毛。大哥，你把你最难的拿出来，我看看。我跟你说，最难的是直立八个啤酒瓶的顶。陆遥，看来你要输了。他找的这个绝活，他这个一个人完成了这么多，而且是循序渐进。他最后一个毛皮就是直接全碎，咵！不会的，他绝对100%的成功。这个不光是一般的这个掌握平衡啊，他主要是对上面那个要稳。对，还有一个啊。最上面那个不行了，最上面那个。哦，小心脚下，小心脚下。小心脚下，小心脚下。哦，小心脚下，小心脚下。他最后一个毛皮就是直接全碎，全碎，全碎，咵！不是我们不想演，是因为八个瓶子碎了两个，已经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来 ，OK 了。由于录制现场有风的原因，所以表演没有成功。为了弥补观众的遗憾，我们吴大哥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独一无二的顶功绝技。给你表演的是顶桌面。哎呦，这个好重啊！这个长达1.35米、重达40斤左右的桌面，用手举起来都很困难。我吴大哥居然要用嘴巴顶起来，他到底能完成吗？哇！站起来他会左右摇摆，反而不好顶。没错，他重心不好掌握。看吴大哥嘴上叼了一个小钢筋，然后上面是铁棍子。哇！哇！哇！还在转。铁棍也在转，铁棍也在转，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哎呦，好，我发现这里还有很多小桌面是干什么用的？还有一个大的，还有8个小的、就同时可以转9个，是不是？同时转9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要同时用嘴巴顶起9个总共重达将近100斤的重物，这平衡度太难掌握了吧？这到底要怎么顶起来呀？吴大哥不光是一个绝技的牛人了，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发明家，他自己在家里边自己发明的，这都是。哎呦，哎呦，大哥，你应该用点力，不然最后那上面那个亭的话就会砸下来了吧？它会不停地转的。哇，我觉得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道具、这样的一个绝技表演，还真是啊！咱们乡村大世界做了那么多牛人绝技绝活，对，这个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演形式。怎么样，我找的还不错吧？现在9个桌面已经全转起来了啊！哇哇！哎呦，哎呦，哇！眼花缭乱有没有？精彩！太棒，厉害吧？
来，掌声鼓励一下，时间。